你以为这么一个亿的硬币，只要用手轻轻按一下，硬币真的会瞬间跑进瓶子里面去吗？就算在10000倍的慢镜头下，也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玻璃瓶的瓶口是密封的，瓶子也没有破损，把硬币拿出来检查一下，也是没有任何的机关。其实只要准备一个透明的气球，你也可以做到。把气球剪开两半，去马路上捡了一个亿的硬币，把硬币放在上面，接下来把气球撑开，从上到下用力往下压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把气球撑开，用力往下压，像这个样子，硬币已经嵌在气球里面了。接下来把气球套在这个瓶子的瓶口上，看起来硬币就剩在瓶子外面。接下来伸出你的一阳指，轻轻一按，硬币就被轻松地按进瓶子里面去了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这个瓶子里面的魔方到底是怎么放进去的？有人知道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发表你的意见。